监视器哪里？有关凤山区苹果绿烘焙坊被检举已有作业区脏乱、有宠物及食材遇其一案，卫生局近日派员至该作业场所稽查，经查作业区查获遇其蛋黄液、柠檬原汁及巧克力等原料，后续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60000元以上罚款。另稽查发现作业区未维持清洁，冷藏柜未有温度记录监测，冷藏食材部分未妥适覆盖，废弃纸箱未专区摆放等缺失，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倘借其复查未改善，将依规定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罚款。